家人们好，这个初步先确定，先跟大灰狼先合作一段吧，先拍拍视频，搞搞直播啊。原来我想找一个按照我思路走的，很难呀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，找一个让人家按照我自己的思路走，太难了，这样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我就改变策略，啊，能合作一点是一点。今天中午找到大灰狼。他请我吃一碗烩面，我们俩初步谈谈啊。想好了，接下来拍什么？啊，以什么形式拍？主题，我确定为希望世界重视中医药在抗疫当中的作用，希望中西医专家商讨、探讨出啊，这个中医能够更好的帮助病毒向更好的方面进化，便于更好的适应人类，尽早的结束世界疫情。我们还是以流浪的形式啊，以流浪的形式。那么，经过我和大灰狼的磨合，我从他那里也得到灵感，刚刚得到灵感，我就模拟周游世界。啊，今天到这里，明天到那里，后天怎么样模拟，一路之上宣传中医药抗疫的重要作用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的直播对半分。回头我也买个好手机，希望我们拍出的视频，西瓜平台能够认定我们是优质视频，加以扶持。碰到朱慧飞，朱慧飞说有一个女的，再有一个女的就更好看了。我说那有一个女的，我们这个，那不就成了周星驰的影片了吗？周星驰的影片，你看他的男主人公，啊，就是放荡不羁，啊，有时候他的功夫是一个小混混，刚开始以小混混形象出现了，但是这个小混混很有正义感，最后成为英雄。完了之后，还有一个美女苦苦的追他，然后男一号还拼命的不要这个女的，我们想找这样一个女的确实很难啊，看回头动员一下可阳，看愿意不愿意 我们以天地为舞台来进行尽情的表演。我们首先就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，我们是演戏，我们是剧本，我们是造假。但是这个造假是编剧，你造的不精彩，老百姓还不满意。明明白白的，我们告诉大家是造假，但是我们造出来的是精彩，精彩的梦。啊，编的是精彩的梦，出彩的梦，给世界抗疫寻找办法，早日结束疫情，鼓舞人们走向美好生活的
出彩之梦啊，东方好莱坞就是要讲好故事，讲我们中国的好故事。等两天我的身体好一些啊，买个好手机，和灰太狼就开始行动了。到时间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指点批评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点赞关注转发评论，拜拜。